来，小姐、啊，这个来讲哈、啊，五谷丰收，我们女儿嫁过去，不用拍卖的车，这个子孙满堂，这个是才子，你所生的每个都是才子。这个缘钱，新娘还没到娘家，缘分要先到，这个是根基，给你的先生做工有基础，一有基础，黑金就会大赚，赚到你们两公婆白头偕老。这个是家婆的吉利花，家婆娶了你过后做什么大吉大利，顺顺利利。这个是龙年和喜糖，给你们两公婆甜甜蜜蜜，早生贵子。收钱给你是好专车，小姐你过大了过后了呀，你不是接七天嫁妆吗？是不是你就要开起来用 ？OK， 后面有些怀疑字，你会看怀疑字啊？四张是衣橱的，你就打开你的 cupboard， 就是放一个 column， 两个 column， 三个 column， 四个 column， 四个角落。搬嫁妆的那天啊，没有，就是来讲哦，你过大礼了过后，或者 after 了哈，你 anytime 你就可以过去了、啊，随时了，你不用再等那个什么了几时，因为如果你没有过大礼，你是不可以进人家的男家那边。来去贴嫁妆的，因为我们来讲过大礼就是有面有量的意思了，就是可以去贴嫁妆的了。OK， 明白了吗？意思吗 ？OK， 后面有四张是衣橱的，两张是枕头的，等下拿下安床了之后，过后再安床了过后，你要塞在枕头下面叫夫妻盐。还有一包是水缸的，以前男家有个大水池，每个人用小窝的时候也是用那个水池来冲凉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每个人用什么呢？小窝包，就是引就粘在 heater 上面就好了。放在椅子上面啊，放在椅子上面就好了。还有写了的是吗？有，还写花椅子的。哦 okay. ，OK， 还有一包是敬茶的。以前来讲哈，我们的姜茶、啊、就是在就放在放茶壶、啊，现在人都不敢喝了喽、啊。现在人不敢喝了，那万一怕钱又怕礼，我们不敢放了喽。我们现在压在茶壶下面就好了。以前的妈咪给放在烟瘾前茶壶嘞，系咯。是这样的，就不用了喽。现在我们是压在茶壶下面，现在年轻人怕又怕钱又怕礼，所以我们压在茶壶下面就好了。OK， 明白了吗？一个在谈同 这个没有，这个呢我们就放在我们梳妆台抽屉，这个梳妆台的抽屉 ，OK， 这个你就要叫你的 husband 早上结婚的用一条，宴会的时候用一条 ，OK， 这个你要去发给你的家婆，一个家公一个家婆，给他们的、啊，对，要给他们的，以前的家婆要讲要插头的，现在家婆没有插头的了，娶了你过后做什么大吉大利顺顺利利，这个是他们男家来泡茶的时候用龙眼红枣冰糖来加越甜是越好，每个人喝的时候，很甜，知道吗？要跟人家讲一直很甜，不可以用苦苦的，要用很甜的茶。OK， 每个人喝的龙眼茶来讲就会每个人喝的时候，每个人就讲很甜，要讲喉甜，明白？啊 ，OK， 四千给你是好专车，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边？OK 了 ，OK 明白了哈、OK， 反正都有写的嘛，有这边有，这个有写，这边就没有写。这个来讲你就放在梳妆台抽屉。这个呢，你就放在给你先生早上结婚用一条，宴会的时候用一条。这个给你妈的，你弄好花的，你弄的。这个是男家拿来煮糖水敬茶的时候用的。这个敬茶不是在我们那边敬先生？哎，敬茶是妈妈，我们你家是你家的事吧？我们你家用。男家男家那个是我们给男家的。这个是男家的吗？哦，唔系同一个水嚟噶。唔系，你可以攞你嘅茶壶咯。啊，屋里家嘅，你结婚茶壶得噶。对，我们以前来讲你家的哈是用妈妈的结婚那个茶壶。我们这个来讲新的茶壶。要拿过去男家那边用的啊 ，OK， 这个小姐，以前的人来讲是男家有很多地 ，OK， 妈妈讲会拿一把雇给我们的女儿去勤劳的种有的车，现在不用了，不用种了，现在撒在花盆上，快快有的生就可以了，全部都拿都来撒 ，OK， 撒。就给四千给你下载。住空都怎办哦？去下面撒。如果是讲你们的住空都来讲有花盆啊。有花盆也是可以撒在花盆的。如果是没有花盆来讲，如果你的妈蛋的花盆有就这样有 plan 的你就撒在那个 plan 那边就可以了。OK， 明白吗？是钱给你是好专车啊。OK 啊，明白了哈。啊，明白了哈。来，我们来开包生的纸，快生龙纸，看你要放多少钱。5块五不临门，10块十钱十美，这个是过大礼品的，这个是过大礼品的。来，这个来，小姐来，你要放多少钱？开包生的纸，快生龙纸。我们给我们的男家的小男人开包生儿子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放5块五富临门，10块十全十美，看你要放多少钱。我给你包咯，因为现在我们也具有优惠价，一样、两样、三样、四样东西啊，原价是68块，现在来讲我们有做优惠价，promotion才38块，所以跟你包是 rack 是免费的，所以看你们要放多少钱咯，5块五富临门，10块十全十美，看你要放多少钱。给我包，你包边边。来，我给你包了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个喜糖过大礼要给他的一包，我们要回给人家的。整包给完他。对。哎，所以小姐，你看要放多少钱？我背心呢？来。我只有10块罢了。搞好了，10块是千十美好。来，等一下，男家的小男人哦。你看啊，等一下去，等一下这个来讲嘛，放了边边了是吗？
等下南家的小男人来讲哈，你不是结婚当天来讲哈，不是有个小男人来跳床的吗？是不是南家的小男人跳床嘛？他跳了床了过后，我想下来就打破这个糖桶。OK， 他就糖桶打破了哈，就拿去这个红包。红包一拿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阿公头先出来，子孙都要有出头。OK， 八粒桂圆给你们俩公婆发。生孩子要种子吗？有种子的，要有种子的。这个要怎么做、啊？这个给南家的小男人拿去吃。可以这样子开来吃。可以拿吃的，这是龙眼干来的。可以放这么久吗？三年不是问题，要是龙眼干。所以呢，很多人来讲，为什么不要放 orange？ 以前的人要放两粒 orange 会坏嘛，所以呢就放龙眼干。可是等下我们开车回去呢？不会啊，我会跟你弄。等下我会给你，我会给你弄个一个带一个来讲哈，锅带来的一个 set。阿 B 啊，三就回门一个 set， 所以呢你很方便的，所以呢你们来我这边来讲，我会给你 separate 给你们了哈，很方便给你们，所以呢你们也不会讲很麻烦啊，又怕忘记那些，不会的，因为我给你解释很多样，是因为你看到很多样，解释罢了嘛。等下你看我包起来就只有两袋了。很方便的。OK， 我跟你连接先讲，我去拿，麻烦你嘛，我拿后面的那个胶纸给我一下可以吗 ？OK， 来。谢谢你啊！呢、这个系攞氹桶咁样，男仔的小男人，男仔的小男人。女家嘅得冇？林孙。如果是讲我你们不介意来讲哦，传说中来讲哈是蛮准的啦哦、是讲如果是你家的小男儿开包的时候第一胎生女儿。所以呢人家的通常来讲他的妈妈他们当然是要给他的女儿，第一胎要生儿子嘛。那有没有打电话来讲那个白姑下你们有没有铁的？对，我给他这么快的吗？他铁的，所以他这个就是你硬的喽。豆腐的铁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硬的吗？你又冇安。OK， 那给阿公拿去做那个，我晚上就可以，就可以回来拿了。有得错了嘛？哎，阿佩芳，麻烦你慢一下，点东西慢一下。我不知道。来，咁咪即系话搞掂晒咗噶啦？是啊，所以你过大年就搞掂了啦。很快的，四月份来讲算是很还算是慢了，人家的一月份、二月份早就买完了。这么快？因为他们同他们冰冷的呀。三块。因为我很多人是外地的。不是本地的，这样我现在可以一次过买完男家女家需要的东西。男家很方便的，男家也讲哦，就讲哦，男家是买龙凤珠、买聘金带而已，而喜糖而已，几样东西罢了哎。龙凤珠几时用哦？我们没有上头哦。过大了呀！哎，那个是结婚当天要点的龙凤珠啊。不是这个灯的吗？那个灯是床头灯又不同哎。紫星灯就紫星灯不同，龙凤珠是龙凤珠不同的。即系讲阿超超去接新娘，拜咗晒，喺冬天拜啊，买个炉，即系张台咁样，即系啲生果拜咯。但冇拜神喎，当日。佢冇拜神都点蜡烛啫，点嗰个意思啊？龙凤珠，我都系冇拜神，都系点嘅。咁边度点喎？很多啦，因为这个很方便的，小姐，这个来讲哈，这龙凤珠来讲很方便，因为点完了像我洗洗裤这样，点完这样干净，不像以前那讲的晒那种的哦，要顾啊，因为每个要滴到满座都是蜡，现在不用了，这样很方便，放在屋子里面随便一个地方，对，都可以的啊，主要是要你放在，因为它够安全，因为这个来讲哈，它 after 它喷完了哈 ，finish 它是干干的，它的这个也不会喷到的，啊，所以很方便，而且它也不会 messy 到你的整个 table 完全都是这样子的，不会的。什么时候点呢？进了门就点。进门就点。新娘一进门，快快有喜的意思。还翻不回屋企啊？屋企啊，来，姐姐，你看有声吗？恭喜你，明年生一台龙凤胎，妈有的顾了啊。OK， 婆婆都有的顾了没？OK。马上跑啊！你讲，我妈妈现在就要跑了。来，汤来，来这个嘞，叫个老板汤啊，这个来对，这个是给你们两公婆，给你们当天早上晚上穿的，早上穿的，因为你们那天来讲还是不可以踩地的。结婚当天来讲哦，你们穿的高跟鞋，现在新娘房里面过后了，你的先生给你脱了那个婚纱了，过后你不是要穿这个鞋子喽，给你们两公婆白头偕老。以前的人是穿木屐。现在呢就没有穿那个木屐了啦，穿这个鞋给你们两公婆白拖鞋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拖鞋来讲也是很好用。为什么这个凉鞋来讲哈，它可以这个来讲哦，
它是防水、防滑、防电，而且以后你做叶子也是可以来穿，很好，而且还可以放在洗衣机洗，没问题。啊，就是给你们两公公白头偕老。那你看，你看呢、啊，一个老公，一个老婆，给你们两个。有没有其他图片？啊，没有，它就是一个图片。哦、啊，白头偕老 ，OK， 啊，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 ，OK。这个呢，就是给我们妈妈给我们女儿出嫁的时候蹦，给我们女儿家常蹦蹦起。你要选择要也可以，不要也可以，这是你的事。我们有鞭炮，有鞭炮，有鞭炮就不需要了啊。嗯 ，OK， 给我们女儿来讲哦，是蹦蹦起啊，家常蹦蹦起。小姐，你的床头灯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哦。给、okay, 我跟大家，我们的床头灯一下。你要插电的还是拿九百吹的呢？白翠好一点吧，就白翠的哈、哦。好了，我拿白翠的先。小姐，白翠的拿那个五十八块的啦，好、哦，那个漂亮的那种的，五十八块的，好、哦。给、哦，来，这个呢来讲呢，就是给我们的，以前来讲哈，就是给我们的家婆打水，给我们的家婆家公洗脸的。现在人不要了，现在人没有打水给家公家婆洗脸的，就是给他过大年是直接给他过去，给你去贴家妆的时候你拿给他。OK， 你拿给他，有就是拿这个给他，还有那个吉利花和那个啊。那个糖那包糖给他，清茶那个一起给他，给你的家婆。你那个过大礼的，你可以帮我包成一包吗？对对，他会给你包成一包。啊，这个你就那个节日就用那一包这样。对对对对、啊、对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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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， 这个呢 ，after 你去贴家装的时候，你就 pass 给你家婆，因为你人家家婆收到这个东西了，就代表来讲哈，你那天来讲，你就早上不用打水给他洗脸。OK， 我合上。就这样子 ，OK， 有两色哈。这个呢就是妈妈给你们两公婆用的，第二天早上欢欢喜喜。如果你们有了的，你们也可以选择不要买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不美丽，我有漂亮的，喜字的，一包十五块、哦、啊。OK， 啊，看你们要哪一种咯。因为通常是来讲哈，贴个毛巾啊，啊，这个来讲哈，这是毛巾厚厚这样子可以贴毛巾的。这个如果你要选择这个也可以，你不要你要买这个咯，这个可以了，这个可以了。这个系咪似你哋个位嗰个？系啦，起字噶啦。哎，这个毛巾你们有买了吗？贴衣橱的。哦，干有了哈。啊，给小姐，毛巾有没有了来讲哈，贴多点毛巾，不要像我们的时代，像婆婆的时代来讲哈，买很多布去剪布，剪多贴多衣橱。现在的贴到多多布来讲也没有用，我们到现在我和安迪手上还是很多布，没有用啊。所以我每次叫年轻人来讲哈，贴多点毛巾。毛巾厚厚，两个字都要有位置放吗？两个字都要啊，要装到冰场型哦。因为用一个就好嘞、啊，他讲用一个就好了、啊、一样的啊。阿登讲用上面那个就好了啊。以前啊，买嗰啲布啊、衫啊，啊搭咗，阵间又有挤银纸，有女又挤50、10扣。这个来讲，小姐哦，你去贴多点毛巾，贴点的毛巾贴多点啊，贴毛巾，毛巾越厚，福气越厚。啊 ，OK， 明白了吗？毛巾厚厚，福气厚厚，贴多点毛巾好的。你改天来讲，你生 baby 了过后还可以用。像我们的布来讲哦，过后就不可以用了。这个毛巾几时都可以用啊，不是问题哦。我明天教年轻人贴多点布啊，不要贴布的，贴毛巾贴多多。OK。茶杯你可以看我，你的茶杯，你的茶杯你可以选那边，你可以去选一下promotion 38块那边的茶杯。我要我妈妈那个，你要那个金的，金地啊，金地龙啊。OK， 你要你哪一个款？那个多少钱呢、啊？啊，150块，150块。我的杯子那个，有的妈妈，有的配杯子的吗？没有的，因为他是买一set的这个。嗯，整个线条了不过。OK， 这样我去拿那个床头没了，还没的嘞，没的哎。来听 battery 没？啊啊，你打没吧？啊，几度打的呀？简单裸耳睇下先。小姐，你要看你要有现在两个款，小姐你要什么款？你要这个款是那个你要那个喜字的，还是要那个娃娃的？等下我拿下来看一下。可以要两个款就拿下来，我们给他下来看一下。那不要娃娃的肯定不要。啊，不要娃娃，那拿个喜字的。啊，那个黑旗啊，啊黑旗啊，裸旗了，大吗？OK， 拿两一啊，那个拿出来拿下来啊。多少钱啊？这个58块，很漂亮的，还是 LED。你要跟你要放在一起哦，你要放在一起哦。姐，麻烦你一下。啊，两个安迪要什么呢？放在一起就什么意思？可以因为不要，就是不要像90年代的夫妻，放在一个左，一个在右，结果呢，一个在 out 的去，一个在本地，不要，要给你们两公婆 love together， 不要给他 separate， 去到哪里 follow together， OK， 明白吗？不要分开，好。Yeah.
以前你先分开，要分开，叫他们两公婆双双对恩恩爱爱，永远都不分离嘛。以前泼水炉，泼水炉，啊，来，真系几靓你。可以不要闪闪色的吗？哦，没有，它是一个闪的，它是一定闪的，嗯。很漂亮嘛，这个闪闪的很漂亮。你不要不要管它，然后就是点它玩，就好漂亮。什么时候？就是给你的先生来讲啊，叫你先生早上的时候去见新娘子，说开便便，新娘一进门快快有喜。啊，很美啊。再看一下选这个，可以。冠军拿这个耳朵的哦。这要找金地龙，是要传统。不然你就拿插电的了，也是58块。哦，那个是插电的。啊，那个插电的。看一下，看它。不用那个，就是那个。不用了，等下才看。OK。那个也是有 battery 的，那个也是有 battery 的，在这边。哦，小。啊，小个啊，那个也是没有闪的。啊，小一点的 Andy。那个没有闪的，也是很漂亮，那个也是漂亮。那边的比较小。那个也是漂亮。我 OK， 抬到啊，抬到啊。抬起来，看一下，那几个美女。我要看一下我以后可以拿来做床头灯，这个如果改天未必没有电来可以，还可以用啊。跟住出去同我讲，我哋 Philip 嗰只咪几好，黐个气字。系，我都白猪，插白猪系咯，冇电你又可以用。唔系，我系觉得 less hassle 唔使个 cable。这样比较方便，是咯，不用麻烦。但是你要讲，你还是要排在一起哦。啊，不可以分开的哦。OK。你讲了，他一定要帮我分开了，等下。啊，不可以分开的。你看，你去排嫁妆的时候，你就是排吗？不是他排的。哦。啊，是你排的，不是他排的。嫁妆是你排的。OK。你可以放在你的 side table 也可以，你要放在你的那个梳妆台的那个 table 也可以。我没有梳妆台的话怎么办？啊，就你有一些东西要放梳妆台的。啊，如果你放你有那个，因为你厨也是有 drawer 的嘛。哦， drawer 就可以了啊。OK， 一定要放 drawer 啦。啊，你有因为厕所的 drawer 可以吗？不懂，知道到底在跟我马上拿过去做是没有问题。啊，应该是跟他讲做挪吗？跟啊那个什么东西咯？你会打你打电话给阿登，阿登懂，阿登有昨天有跟我讲。这些茶杯是以后要 pass down 的是吗？啊，对，以后不是你 pass down， 它是以后来讲哈，就是讲你的女儿要嫁的时候来讲哈，你就拿这个来沾茶给她。阿碧，你要买 new set 给她拿过去拿讲，就是好像你一代就是这样子哦。你妈妈买给你的来讲哈，就是等到你女儿嫁你的时候就来沾茶。不过如果你去洗媳妇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它，你就要等着媳妇拿来给你用。用心的、哦、啊，就这样。就是不是我都要买一套的啦？对，你都是要买一套的，对。啊，哦、就是我的买的那个不是给我用的啦，是给他用的。哎，不是给他用，他用啊，是对你娘家那边用的、哦、啊。我们用我们妈妈的旧的茶杯，就是以前妈妈买的。不是一个用两个就好了，用两个就好了，不用用到三个。我知道，没关系，用两个就好了，不要用三个，因为两个杯是很 easy 给人家啊洗的时候换的啊，容易的嘛。其实是用两个就够了，有两个也是够了。你只是借给你女儿用，但最后这个茶壶怎么办？就是你的比较便宜的了吗？就你拿回去。没有，好像他就是他收起来。哦，就永远都是他的。啊，都是他的了，妈妈买给他的那个嫁妆来的，就是嫁妆啊。系，但 do one fine day 你唔喺度咗嗰个茶壶就点啊？即唔系话 pass 全面。没有，这个是讲你妈妈有的，妈妈的嫁妆来的，就是婆婆有买嫁妆给我妈妈，就这样子意思咯。啊 ，OK。不然每个人都讲我们的女儿嫁妆哦，啊，要买嫁妆的，不要讲什么都没有哦，对不对？嗯、哇，原来价钱争咁远，我自己嗰啲嘢全部用嗰只啦。都是拿那个啦，38块吧，对吧？promotion 呢，而且又很漂亮。你 promotion 这个给我啦？啊，没有，我那个是用的好 promotion， 是199块，现在是啊150块，啊。人家是不会。我不知道你哋边个班，系咯啦。
係啊，嗰啲崩我就唔買咯。咩？如果擠住啦，係啦，啲咁樣，係啦，冇俾佢哋崩嘅咁啊。我係一下唔知崩，耳仔斷咗，咪崩。我係買一隻手機啊。佢冇買一隻啊，佢話一套。不過個款嗰啲掛咗啲都唔同㗎。係咯，你嘅舊啲咗啦。我嘅四十年咯，四十年了啦，我一個茶杯。他开了当天，啊对，当天他开的。这个多少钱？48块。48。嘿嘿嘿，我就要做咁嘅啫。给妹妹借，因为我们听，你专心听就好了。啊，因为你有失忆。我不一定记得到啊，所以我要录下。就这样录啊，就这样听。OK， 等下我再拿过去。够了。OK 好。啊，这个是 LED 的价钱来的啊，它是 LED 的啊。小姐，你是广东人，是客家人。客家哦，客家语，客家妹啊，就要遮雨伞的，遮法眼，遮到好命到老，遮到好姻缘，就是要爸爸要给我遮我们女儿出嫁的时候用遮哈，遮你遮到上车 ，OK， 遮到我们女儿好命到老，遮到好姻缘。不是，麻烦你拿一个雨伞给我，这样。两种雨伞，红色的红色啊，客家和广东人。啊，福建人，福建人就是要丢扇子的、啊 ，OK， 谢谢。是我是什么人，还是他是什么人？要你家爸爸是什么人？对、啊，然后我们就没有理他，他是男家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掉线掉这个了，你来车行系咪？来，你看啊 ，OK。爸爸遮你遮到上车，不是遮别人，不是遮你的女儿，不是遮那个你的先生的，是遮我们女儿不了，遮到好你上车 ，OK， 遮到我们女儿好命到老，遮到好姻缘。只要你回门的时候，妈妈才一直给你们拿回去用。OK， 三庄回门的时候才有的拿回去。OK， 现在的人每个人都是转个圆圈算是回门了，随时要回 ，anytime 要回家都可以，都不是问题啊。等一下我再给你讲。一定要用啊，可以用来用啊。以后我们的女儿来讲哈，定时间嘛，把红色的这个得噶嘛。OK， 这个才18块的 ，OK 了。啊，拍照也真美。OK， 这个来讲，小姐。这个是手巾，给你加到如意郎君，有辟邪的，你要穿在身上也可以，你不要穿在身上，你开起来，你穿在这边，这个扇子，这个扇子就不可以丢哦，因为我们不是福建人，不用丢的哈、哦、，OK， 我们是客家人哈，来，你就可以穿在这边，穿到这边就很漂亮了 ，OK， 它就有一个血量很漂亮了 ，OK， 说小姐，你敬茶仪式完全好了过后，我讲什么，你要出嫁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从你妈妈的红彩一跨出去，你才开了直接上车。车上有 aircon 的嘛，小姐，是吗？你看喝起来，但是自己要拿住，不可以给伴娘拿。OK， 不可以开了过后不可以给他拿。OK， 你从你妈妈的红彩一跨出去了，你就要上车，直接上车了，出嫁了直接上车。车上来讲啊，你都要自己拿了，不可以给别人拿了。OK， 也不可以给姐妹拿，也不可以什么的，要自己拿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在路途中来讲。